生三十有明年四只小猴子表演。伊都会惊，伊都会惊。我头看一下勇敢无？假无伊。他等一下猴子哦。第一只郭富城，郭富城是最帅的一只猴子。第二只刘德华，刘德华是我们猴子学校里面的校长。刘德华跪在地上欢迎光临，大家好，萨瓦迪卡，一拜二拜三拜。接下来第一拜天地，小猴子认识字显号码，在台子上摆的号码是用来让小猴子显，然后你们代表抽两位，一人抽一张，抽两位，抽完以后记下来，然后再还给他，我们让郭富城来选。第一张六号郭富城，看一下他看什么，要静静的看，他轻要摆过指一下，想一想。动作快点，不要装傻，郭富城。对，然后去缓解他的教练，再让他取第二张，第二张三号郭富城，看一下，动作快点，郭富城，等一下你被打了。对，然后去缓解他的教练。我们再让他醒一次，这时候请你们代表出来一位，来站一位，再来交换一下台子上的号码，随便交换一下，换几张都可以，换多一点就好。交换了以后全部盖起来，翻打下去。谢谢。来，请各位讲出来一个号码，让我们小猴子写几号，零到九十，并讲一个号码出来，几号？八号郭富城，跟他讲猴子话，我们不会讲，只有他会讲，不要跟他写错，写错屁股开花。你太了个想，伊太个，拢假，这个假了对。对不对？八号，请各位观众先努力看一下。来，再讲出来一个号码，几号？最后一张的，几号？一号。六。没亮。六号。最后一张的六号，郭富城不要跟他选错，选错没有晚餐吃，选对有奖。等一下，带你去看人妖表演。好像六号。你看最后，我原来在。对不对？哦，你错了。卡坑。六号，我的第二呀。来，再告诉他一次，六号，最后一团的工程，快点。这班时间小猴子已经下班了。他不是拿来看，他是人对他。对不对？电话，请对的话，掌声鼓励给他一下。四大天王最辛苦的就是郭富城，自己表演自己要收起来。他是我们泰国最有名的一只猴子，来收起来，郭富城收快一点。搞干那奖金啊！不要丢掉，把它端进来。郭富城，赶快加油！接下来换一只猴子出场，刘德华出场演唱一首歌《谢谢你的爱》。来，出场以后掌声鼓励给他一下。
接下来让他表演一下法蒂亚最出名的钢管秀。叫英雄叫美女，来请出来一位小姐，来上一位美女，不要怕，来，来上来坐在椅子上，然后请用双手撑起来翻一下，我们让郭富城来救你。有照相机的话准备一下，不要怕，这里小猴子不会咬。救的时候他有一个条件，他亲要爬上来亲一个，来请观众来，不要怕。他要亲一下，最主要是亲到嘴唇，亲一个嘴唇，亲到他不会就亲到，动作很快。来，可以了，工程。绳子就刷牙，留在我们泰国养猴子。绳子怎么刷牙？拍照一下。我身上也刷牙了。应该拍个啦，应该拍个，咱迄呐，咱个拍个，这只，这只叫做拍。看相机，拍照要拍快一点，等一下郭富城放屁。来，谢谢。接下来看小猴子打篮球，看一下小猴子的灌篮是怎样。我感觉这种东西，最近是拢做爱。爱爬吼，啊！即只咱就拢做爱徛，另外徛个屁股翘翘。接下来翻跟斗往后翻，一二三，往那边翻，小心跳下去。哎呀，变好好乖。接下来往前翻，往后翻，往前翻都可以。接下来伏地挺身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接下来郭富城出场，仰卧起坐，各位陪他一起数，要数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四，加油！五，六，七，加油！八，九。十死掉了，接下来集中250公斤的重量，来举高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偷懒在睡觉。接下来踩脚踏车。哦，你看这么棒哦，有没有？很棒，因为骑脚踏车骑得这么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很累的。表演几场了？来，快点，郭富城。人这么辛苦。那讲的算了，你想要下班的时间？郭富城双手合十，稍微看。然后刘德华代表我们猴子学校里面的校长升他们的国旗。来，刘德华下课了，不要等，没有人会唱你们的国歌，赶快升上去。刘德华走到中间，双手合十，萨瓦迪卡。来，最后还有一个节目，请各位走下来，往你们的左边走，转到后面去看山水游摘月子。今天小猴子不起来。